调查消息我最擅长了，您尽管说。江菲菲、江家二小姐以及江老爷子去世前的财产归属，这种小事情我们很轻易就能查到啊。不过冷先生，方便问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冷先生神通广大，朋友布满江湖，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调查呢？对呀，虽然我们有些能力，但是这在冷氏集团面前始终是小巫见大巫。是啊，冷氏集团想调查事情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我知道各位对这个问题都很有困惑。是啊，原因也很简单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小人物身上。再说了，我相信三位庄主已经很厉害了。冷先生说笑了，我们啊不过是些小家小户罢了。冷先生，我们不过只是有点小钱罢了。冷帅刚刚回来，需要一些亲信，几位庄主都是合适的人选。哪里的话，冷帅能看上我们那是我们的福气啊。那就好好完成这次任务，以后好处啊少不了各位的。是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调查个清清楚楚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你就不能帮帮我们呀？你就这么绝情？对不起，我无能为力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姐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我今天来呢，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啊，听说你担任了星星集团的项目经理，恭喜啊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奶奶今天让我们来呢，是想让你把星星集团的项目分给江家一些。奶奶，她赶我走的时候可没想过会求我。我们之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但你毕竟也是江家的人啊。就是，好歹也是一家人呢，你就不能帮帮我们呀？对不起，我无能为力。你就这么绝情？不是我不想帮你们，是我帮不了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星星集团的总裁说了，要和江家签合同，必须他亲自同意才行。我看你真是把我们当傻瓜。毕竟我也是你姐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是谁在乱叫啊？我也想帮江家，毕竟我也是江家的人，但是总裁发话了，我也不好违背总裁的意愿。借口？你不帮就算了，还找这么个理由。我看你真是把我们当傻瓜。我们和星星集团总裁无怨无仇，他们凭什么针对我们？信不信由你们吧。江婉儿，你不就是在星星集团吗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看啊，现在是有些人得意了，翻脸不认人了。哼，就是来问问他吧，还真把自己当上帝呢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得意了呗？你说是，喂个狗也得看主人吧？还真是，我家狗啊就认主，不像有些人狗都不如。江菲菲，你过分了啊！我怎么过分了？毕竟我也是你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好像已经被奶奶赶出来了吧？是谁在乱叫啊？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是谁在乱叫啊？哟，原来这个废物也在家呀。啊，没事了。菲菲，我们走吧，不是当对手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废？这里是我家，你们走就走，不走就别想走出这个门了。江婉儿，你别以为没有江家的帮助我们就没有生意了。我们走。妈，没事。啸天，星星集团总裁是你的战友，你能不能跟他说说情啊，让他把项目分给江家一些？就算是战友，这工作上的事儿也不好参与啊。没事，那也不勉强你了。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还有那个西装男，他是谁呀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妈，我知道了。没事，那也不勉强你了。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对了，啸天，我有件事一直没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就是上次同学聚会啊，你怎么突然叫来那么多人，而且都听你的？这，我
还有那个西装男，就是上次江家演戏的那个，他是谁呀？婉儿，我冷啸天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婉儿，我没有瞒着你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我都知道了。婉儿，我不是想瞒着你的。是新兴集团的总裁，对吧？啊，我就说嘛，你肯定是找了新兴集团的总裁帮忙。怎么你一打电话，那个西装男就到了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肯定是这样呀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去给你做饭吃。我都跪下来求他了，我都给他磕头了，真这么绝情？他现在恨死你了。哎呀，奶奶，那个江婉儿她一点情面都不讲，我都跪下来求她了，她还是不愿意帮我们。是啊，我都给她磕头了，她还是铁石心肠。对呀，她非但不帮我们，她还羞辱我们呢。她真这么绝情？是啊，她现在担任了新兴集团的项目经理以后，完全变了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江家放在眼里。是啊，而且啊，他还说当初是奶奶你把他开除的，他现在恨死你了。就算你现在去求他，他也不会帮的。他说了，就算是你跪到他的面前，他也没有什么情面可讲。真是，他那种人啊，也太小肚鸡肠了。这种人我们不求也罢。而且那个冷啸天嚣张得很，还准备打我呢。是啊，他还说要把这些年在咱们江家受到的耻辱千百倍的讨回来呢。岂有此理，气死我了。是啊，没想到他们是这种人。是啊，太过分了。那这妹妹大喜之日是姐姐离婚之日，我会让她无地自容。冷啸天不是25号办婚礼吗？风风光光的把婉儿从江家接走。是啊，当时您也听见了。奶奶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？婉儿不是有一笔存款吗？肯定会拿给冷啸天办婚礼，到时候我会让他无地自容。怎么样让他无地自容？冷啸天不是要给你比婚礼吗？嗯，到时候我把江南城有头有脸的人都请来，我看他给你怎么比。好主意。好，我回去就发请柬，到时候让我们李家的人也来。冷啸天不是说过吗？如果比不上你的婚礼，他就跟婉儿离婚。25号，我就让他们离婚。那这妹妹大喜之日是姐姐离婚之日，岂不是很尴尬？就让他们当众出丑，颜面丢尽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奶奶这招果然妙啊。奶奶就是奶奶，果然诡计多端呢。蠢货，怎么能说奶奶诡计多端呢？那叫足智多谋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蠢货，我是蠢货。足智多谋。嘿嘿，总裁，您怎么了？你今天有点不太过了。